抓起来要压一下，这壳是不是硬的？硬的才有肉。没了，哦，一个晚上挺多东西的。前几天下雨啊，那我们趁今天好天气，来把那个蟹网子放下去河里面。通常下雨过后啊，抓螃蟹啊，都会很好抓。沿着这个公园走进来啊，它算是这种河道里面的一个水坝。前面啊，有这个水坝把水挡住，但是这个水坝下面啊，有那个出水口，所以水啊，长退潮的时候还是会流通的。现在是潮水是退到最低的，而且现在是满月。满月啊，涨退潮它那个潮差它会更大，所以现在退得非常干。平时满潮的时候啊，下面这个石头都会有水的。你看，如果你是它最满潮的时候来放，结果你的网子在它最满潮的时候，你以为这里有水，就把它丢在这里，结果到了晚上或是退潮的时候，你的网子啊都是露在外面的，所以都是抓不到螃蟹。那这个地方我之前已经来看过了，要在它最低潮的时候跟最满潮的时候来确认一下，这样子你就知道网子该放在哪里了。去前面，进来这种树林里面走动的时候啊，要记得喷防蚊液，这里的那种蚊子啊非常的多，不管是大白天的或是傍晚，傍晚就更不用说了，傍晚是超多的。那就顺着这个有人走过的痕迹进来。进树林啊，还有一个要注意的是，就是要注意看昆士兰有很多蛇嘛，热带地方，但是也不是那么常见，但是也是有几率会见到，但都是要非常小心，就眼看前面啊，或者是踢踢草啊，这样子走路啊，就像人家说打草惊蛇嘛，这个都自己要注意一下。这里看起来不错，我们就把网子啊下在那个地方，因为那个地方有大树可以绑。那进来这种走这种石头的地方啊，要穿这种防滑鞋。它这个石头啊，因为它泡在那个水里面嘛，所以它上面啊是很滑的，这个要注意防滑，那么摔跤的是很痛的。就这样走下来放，哇，这个之前也有人放过网子。这个位置啊看起来不错。哦对了，刚忘了介绍我今天用的鱼饵。今天用的鱼饵啊是金枪鱼的那些边角料，还有钓鱼剩下的沙丁鱼倒进来。袋子啊先放旁边，像这样边角料还有鱼块沙丁鱼，这都很新。哇，是小螃蟹在这棵树后面跑掉了，是小螃蟹。 OK， 这样子就可以了，绑紧明天再过来。这袋子啊挺厚的，拿回家下次还可以装。我们就顺着这个岸边走上去，顺便看看啊这个岸边平时的地形。看这个平时水都淹得挺高的，如果你是平常下来丢网子，就一丢是丢在这个前面以为有水的地方，那结果都是露在外面的。
这种石头上面都很多这个牡蛎啊，这个非常的锋利，如果穿拖鞋的话都得刮到。好，那我们就明天再过来吧。刚刚走回来的半路啊，发现前方有一个人在那边放网子，白白的那个，那边有一个网子，他们也是绑在树上，防止被偷。这个绳子拿起来，待会如果有螃蟹啊，我们拿上来，上来陆地绑。绳子。哎呦，看到一只咯，小的，哇，挺多的哎，还有一只石斑。哦，这个还不错，挺多的，还有一只石斑。上岸边一点。直接就先倒在这个桶子里面，我们来看看。我这样子看啊，螃蟹啊是不够尺寸的，都还小。OK， 没了。哦，一个晚上挺多东西的。哇，那这是公的，那这是母的。OK， 这个都还小。这个都不可以抓，这一次先把它拿起来。OK， 这种石斑鱼啊，先把其他的鱼放掉哈，回去吧。OK， 放掉。啊，这个石斑。这里22，30出头而已。这个啊，这种石斑啊，在这边起码要35公分，还是38公分，我忘记了。就是它最小的限制，就是这么大。这只就差一点点，再给它放回去。这个地方啊，改天过来沉底一下，用那个活饵来这里夜钓应该不错。好，我们明天再来。那个鱼饵啊，我再给它补一下。这个边角的。好，这样就可以了。我们要放到外面一点点。就放在这个树旁边就好了。今天就来了比较晚，天都要黑了。不过这个时间段啊，它依然还是退到最低潮的。哇，今天有一只哦，哦，看，有一只大螃蟹啊，里面还有一些黑鲷。先想办法给它弄出来。看，这只。大螃蟹，这只是比较小的。OK， 这只小的来倒掉。
卡住了嘞。OK， 里面哈还剩一点饵料，这个地方再多放一碗，明天我就要把这个网子收走了。今天有抓到大螃蟹啊，也就够了啊。下个礼拜也要上班了，没时间放回去。小黑鲷鱼，帮你放回去，黑鲷。我们上来看看，来，手比划一下，啊，然后这个坠垫在这里，这一只差不多15公分、16公分，OK， 大，这钳子有3指宽，抓起来要压一下，这壳是不是硬的？硬的才有肉。OK， 这只给它绑起来，我们现在来绑螃蟹哦。看这个安妮蟹，所以这两只给它钳子抵下去，然后这条线就绕到它的钳子下面，然后就绕到它的那个钳子去。最好是啊，把线啊像这样绕进去它的夹子里面，另一边也是绕到夹子里面。然后再往这样，再往它的壳这样。OK， 到了这个步骤的时候啊，已经很容易了。把它翻过来，抓紧这两个线头翻过来嘛，然后用它的钳子去抵住地上。这个就在后脚这里扣住，这个也在后脚这里扣住。好，在这里打个结就好。来，这个啊，翻到后面去，再往后面，往正面，你看。好，这个螃蟹啊，这样子就很安全了。明天再来看看还有没有，看能不能那么幸运再抓。这影片啊，就先到这边，我们回家，明天再过来。这绳子啊，也就先放上面，要是有抓到再拿上来绑。先把这个解开了，让我们来看看。哇，有点重，是拖到那个泥土了吗？我感觉笼子变重了，哇，1、2、3、4，今天中了4只哦。哦，我有一只很大，不过没有钳子，不知道是公还是母的。我们来看看，我这一只很大，哇，这只是母的，但超级大。OK， 大母蟹。没有钳子，可能是打架的吧，给它放回去。其他的都比较小只，然后还有一些小鱼啊，直接给它倒掉了，这个鱼饵都给它夹出来吃了。那母蟹凝住不下去，可能绞不住了，对，是鱼肉，这鱼肉都腐烂了。就是那个鱼啊，放了好几天，其实蛮臭的，给这个网子洗一洗。
那我们现在回家啦。这个地方啊确实不错，网子放了三天，三次都有抓到东西。那当然有小就有大，所以在这个地方啊持续的放下去，那肯定可以抓到那个大公蟹了。我们下次再找一些新的地方来试试看。同一个地方其实抓太多次，虽然它有螃蟹啊，但就感觉就没有那么好玩了。所以下次我得再换个新地方来尝试一下。那今天的影片啊就到这边了。